淋在饭上，油亮不油腻，米香配着肉香，瞧这位同学吃得多满足，一口接着一口，把嘴巴都给塞得鼓鼓的。配音，然后那个吃很饱。我点了一碗大碗的卤肉饭，然后随便肉，然后油豆腐一块，然后一个卤蛋跟一碗贡丸汤。一碗卤肉饭跟手掌摊开一样大，嘴边肉更是给的大方，又厚又大块，全是真材实料。而店家主打的米粉汤，特地用猴骨肉和干莲等等熬出天然甜味，取代味精，精华全在里头。一大碗一个女生恐怕还吃不完，只要30元，薄利多销了。我们不像店面说装潢得很漂亮，学生也可以来吃啊，那样就比较大众化。另外，在明传大学巷弄内这间小吃店，一盘炒米粉堆得跟山一样高，它的盘子和我的脸差不多大，不过这样一份只要35元。我叠，我再叠，盘子都快要装不下。从炒米粉、炒面到炒饭，统统 king size， 只要35元，得两个人分着吃才能吃得完。别的餐点也是不装到满桌来，绝不善罢甘休。在租金高昂的士林夜市，这价钱、这分量真的佛心来着。号称是 CP 值最高的店家，在地学生才知道的私房美食，铜板价就能吃到撑，温饱学生的胃更温暖了星星学子的心。记者陈玄白、许慧宇台北报道。